当天呢，我们看到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 The Most Expensive Sandwich， 它得到了 Guinness Book Record， 那 inspired 我呢，就去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月饼。在这一块里面呢，什么是最好呢？最好是没有的 measure 的嘛，哪一个是比较好？所以呢，我们就从市面上找回来了一个最好，我们能够找到最好的原材料来制造我们的这个月饼。这个月饼呢，我们有很多很珍贵的一些原材料来做成我们这个月饼。那这个皮里面呢，我们有燕窝，也有这个24K 的金宝在里面。可以，如果大家可以靠近一点的话，可以看。这里呢，我们也特制了一个。按的不紧的话，它的花纹是跑不出来的。那如果按的太大力的话呢，它的燕窝会爆出来。Malaysia recognize Yongin Pastry to produce the most expensive commercial mooncake. Congratulations, Abai. Thank you.